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白董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哪里。哒哒哒哒，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吉他工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它的这个二楼的仓库。然后呢，大家现在看到这里满满的吉他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当然也是他们仓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。我们今天来干嘛呢？来带大家来看，来，这里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这里有25把吉他。然后今天来干嘛呢？今天我们来开盲盒。哦，为什么会这么临时哈？就是今天是来这个吉他的工厂帮老板把他的机器设定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猛男凯毅，来，我帮你拿一下，来跟大家 assist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毅。然后呢，他就问这个吉他老板说：“哎，老板，你们这个吉他工厂这么多吉他，有没有盲盒？就是有没有那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吉他的盲盒？”我们那猛男就跟那个老板讲说：“我跟你买。”老板就说：“好，这一区啊，他前阵子整理，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吉他。”然后呢，我们的凯毅就直接掏出现金就跟老板买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吉他哦移动到我们刚刚那个地方来做开箱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首先就是要先把这个吉他呢都给移过去。那我们先移动吧。OK， 我刚刚跟那个猛男哈，把他东西都搬完了，在这边整整25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刚刚那边都空了。这边是属于仓库了，然后平常比较暗，所以我们有跟他们借了一支灯在这边。然后来给大家做开箱，好，今天这个钱呢、啊、是猛男出的，我就给猛男玩玩看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大家应该会好奇说，哎、欸，那小编郑颖嘞，他在楼下帮老板弄机器。好，今天就我跟凯毅，好，来，你付钱了，你来，来啊，好哎、欸，你出钱啊，你老大呢？耶、yeah ，第一次体验盲盒，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买这么多吉他了，而且我还要想后面要怎么处理这些，没关系啦。然后开到马丁 D 四五，吃屎 ！Taylor PS 系列，踢你妈！什么吉他？阿姆摩画不？什么、啊？雷格哎，雷格古典。不要左手，拜托左手让我阴影。左手。没关系，还有这次花的是我的钱。好，恭喜我们凯毅得到一支左手古典。耶、yeah ！这应该是面单的，会不会这箱全都是古典？我会怕。第一箱就有来了一个不祥之兆，快的开始，来第二支，完了，左手古典吗？左手古典，对，一样，左手古典临时缺角，好，收，左手古典，我看连看打开都不想看，不管它状况好坏，无所谓。还有这一次不是我花钱，对啊，没关系的，好玩就好。这个盲盒是你提的哦，对啊，没关系。愿赌服输，大不了中秋节快到了。哎、欸，干！左手古典。好，盖回去了，不用看了。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。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，今天这盲盒是猛男他自己去找老板要的哦。好、哦，没关系。不过刚刚老板有跟我们讲啊、哦，他说有几只他好像不是库存很久的，然后放进去。没关系，到时候看。就是要这样讲我才会买啊！我不要开这边，这个感觉全都是。那只什么？还有，又算是右手琴。而且电木啊！有拾音器耶，但不知道正不正常。看一下哈，状况其实没裂没伤什么的，其实就好。对啊，几乎全新哎。这个牌子有看过吗？我是没看过了。我是有点旧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整理一下还可以用，看到捐给有需要的人还是怎样吧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讲，只要不要是左手古典，一切 OK。对，左手民谣也不要，反正有关左手的疑虑不要。我对这边不要，先不要开，先开这边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哦，旅行，不知道什么等级，有爆吗？先看有没有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PSBNAB， 哎 ，bass， 来，旅行 bass， 不看那啦，木 bass， 对，我刚刚拿到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靠背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
他没有悬吊，他没有悬钉。再另外买一台吧，零件就好了，算了。来来来，正颖跟大家 hello 一下。哦，嗨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，没关系，至少有富康娜的东西。是什么？先看左手右手。这个。左手右手。右手啊，右手，右手的古典还是民谣？民谣，民谣，钢弦。哦，那个右手民谣哎 ，OK 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牌子，好不好？他没有 logo， 那个他没 logo， 对 ，OK， 他是 T66D 是什么？啊，合板，合板。好了，大家今天长进辛苦一点，因为今天是我长进。哦，你又开下一支了。左手右手，去哪 ？FINA 吗？对，哎呦，用 Ovation 的头，Ovation 的头。它是原背耶，原背耶，原背吉他，琴床没翻，这有点黏，擦一擦就好了，再稍微点一下啊。对，那拾音器的盖子不见了，我觉得应该拾音器应该也旧旧的，不错啦，其实。哇，竟然有原背耶。对啊，哒哒哒哒哒，观众应该看到我应该很无聊，不是平时出现那个人，出现一个路人侠，啊，干这谁啊？短裤侠。可是他今天穿长裤，因为我怕被骂。好，虾米尾，我们换下一个好了。轻轻的，不不，他有咔啦一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哎，欸，有拾音器哦，好像是你们之前开箱过那个扁扁的，好像是吧？啊，对，一个响孔电木。对啊。哇，你看他琴桥开了，飞飞高高。这个哇，开了，可以修了，可以修了，没关系了，好玩就好。它琴器超大，也不知道这个共振。那这个吗，凯毅？我想要再叫厂商多办几次。然后等一下给你全左手，那就是故意的。那如果他这是上面写，哎，右手，对，右手，然后是 GA 筒的，那个，不要翻。哎呀，翻了。这个翻了啦 ，T66AC 合板的那个，然后有点翻了，这也会修。耶，小编我爱你。看我听到什么？凯毅付钱。凯毅要付啊。对啊，我付。直接寄到凯毅家。叫我叫我爸妈应该会杀了我。关我屁事哦。这部影片也不要让他们看到。你出去出差乱花钱。那个林凯毅的爸爸妈妈，今天这都是凯毅买的哦，哈。哇靠！不会啊，至少有几只，我觉得整理起来是可以的。你怎样？不是啊，是什么？左手那个的笔条。不然你看，还有拾音器。然后这个星球没翻。有拾音器的左手。对啊。啊，收进去，收进去。嗯，再来开一个。拜托，来一个。右手的。DART 大神，你听过这品牌吗？啊，哇，他的。这 logo 是故意做歪的，这是那种入门级的吉他。对，哇，他没有下旋子，我操！哇，这不行的啦。可以啦，找一个装上去啊。这个难找了，合板的，美合啊。来看一下 ，Kawasaki。我只听过 Hasayaki Hasayaki， 一路小野菊。还不错，其实。翻啊，翻了！蜜蛋合板，合板。OK。对。先粘啊，可以粘吗？要时间了。嗯。啊，我知道这个，反正你买的，你就可以拿来练习那个通念琴桥，很适合你啊。笑死！这里有很多琴桥可以让你练习打。不太小。巨型的。谁啊？啊，的木贝斯。有旋钮嘞，而且有旋，哎，全桃花，正常的，还电木哎，那是拾音器，这里拾音器掉下来了，这个拾音器，从年有我看到，对，也不错哎，这只喜欢，这只可以，哎，这只卖8000多，认真，真的，可是要看有没有人要吧，对吧？哎，我觉得木贝斯这次整理一下，你家最近在装潢，木贝斯可以放，我不会弹，放着啊，放着不用弹啊，也是的，你朋友去你家里玩就可以用了，也是的。好玩就好，还有12只，开一半了。我给这一个最后一个机会。如果这牌是左手的古典，我就
不完了。他是左手的，他给我左手的民谣。啊，左手不要看了，直接放进去了。哎，大家，我们等下左手都跳过啊，我觉得左手不想看，不想看，我都不想看了，我想你们应该也不想看。好，我左手游过去。你要换吗？我们 change， 我开一半了，另外一半给白总开。